又抢成一团，最后被台啤拿到这个球，林志杰，到林志杰，林志杰过了一个之后要灌篮，哇，把篮筐都差点扯下来球再杀到篮底下，哇，高级动作，真问题啊，两个人的小组配，对，两个人的 pick and roll， 林志杰的大转身到了禁区，身体，这是他的能力，这是林志杰野兽的能力。
到了，而且他自己的得分已经超过了中国队许多了。林志杰，最后还是再拦了一下，把手感给调回来。回去自己都会做，真的吗？这么快？